主席，有请苏院长。请苏院长。也请经济部沈部长。请经济部沈部长。院长你好。喂，你好，恭喜进入国家殿堂，国会殿堂。我想过去在很多的场合我有采访过您，那么也访问过您，但是这是第一次在国会当中跟您进行询答。不过呢，过去累积了我将近20年的这个经验，我们看到这一阵子哦，确实在您的领导之下，我们政府的满意度是突破了新高，尤其是在防疫的部分高达了91%，这可以说是我过去真的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没有看过的这个满意度民调。以前如果出来的话，可能还会认为说，哎，这是假民调，但是现在全民都认为真的。在苏院长所领导底下的这个各个部会，大家都是全力动起来。不过最近大家在说，我们都要超前布局、超前部署。但是现在在除了戴口罩，然后有消毒酒精之外，下一步人跟人的距离现在也出现了需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可是大家都在问哈，这个所谓社交距离的这个引导，当时。到底多久以后会出来？还要过几天出来？然后这个距离到底会怎么样设定呢？是1公尺，还是来讲的一个手臂之间？然后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地方，比如我们吃饭啦、搭捷运啦，这个社交距离如果没有办法保持，该怎么办？请问一下院长。啊，谢谢委员，对于这次疫情的关心，给政府很多的肯定。在蔡总统的领导下，我带着行政团队，确实这几个月来，整个团队非常辛苦，也感谢贵院的支持，通过特别条例、特别预算，也感谢国人同胞的信任，确实是整个团队。比如刚才我就讲过，像陈时中部长要在防疫第一线，那我们口罩要实名制，就要有做口罩的沈荣津部长，而刚才。委员所提出来，这个所谓的社交距离到底应该怎样？这是有鉴于疫情变化越来越严峻，而我们也觉得怎么样做好管理确实重要。因此，整个疫情指挥中心就定出规范跟指引，这个有一个专家团队，他们整个研判。所以距离大概就是一只手臂的距离，管理就是希望所谓。公共的场合，所以叫做社交，不是在管家庭里面，就社交。所以在公共场合里面，我们希望大家都有一点保持距离，不要避免感染。那因为台湾人有个习惯，以及政府这段期间宣导，你如果有状况，就请戴上口罩；你如果在一个密闭空间，你如果是长时间，那就不用。等等，那现在也因为产能增加，我们口罩4月9号马上就可以再提高了。以后随着疫情的变化，这一方面可能会更让民众能够有更多的考量。所以所谓社交距离是多少，疫情中心会进一步详细的规范跟指引出来，正式的向。国人同胞报告。那这个指引当中真的会包含到所谓的罚则或者是罚金吗？昨天我主持这个会议，包括口罩2.0的再提升，昨天主持的会议包括口罩要不要寄给国外，有什么样的条件下寄给国外，包括这个相关的等等作业很多，在里面有提到这个社交距离这个问题，先。做一些规范跟指引，但处罚还不是第一步。所以处罚不是第一步，好。不是第一步，就是先是一开始就用处罚，或者是指导会是第一步。是因为这一段期间以来，我们发觉台湾人很有水准，而且大家都叫薄来，大家都知道应该这样做，甚至于不守规矩的人，所谓啪啪照，大家都牵乌手指。都会批评，都会骂，所以相信卫福部只要疫情中心只要做出规范，大家应该都会遵守。所以重要的这个跟啪啪照不太一样，所以不是一步就要处罚，像新加坡或其他国家有的很严厉，
我们倒没有说第一步就要这样。所以就是一个相信国人的部分。好，那么接下来的部分，因为我们毕竟是财经组的询答，院长您也可以坐着休息一下。我想要就叫这个沈部长的部分，就是我们知道不论是口罩国家队哦，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创造了台湾的奇迹，但是接下来大家想问的是，那我们的经济国家队在哪里呢？我们其实看到就是这样的奇迹，当然是国人一起所创造出来的，在幕后有许多的无名英雄，其实他们不是无名，只是他们不想出名，他们默默的在努力当中。接下来还有苏院长也去访视过的酒精国家队，还有就是可能呼吸器也要成立国家队了。但是我们的财经国家队在哪里呢？我们来看到现在各国都大手笔的透过 GDP 希望能够救经济。如果以美国来讲有10%，但是如果是我们的邻近国家，包括新加坡都有1.3%，韩国有4%，但台湾只有我们 GDP 的0.5%。保定，安尼敢会伤少？啊，敢国家经济救会起来？即我甲委员报告，会使讲咱打开始出来，迄阵是600亿嘛，感谢咱答应支持嘛。啊，后壁了，佮以往自己各部会佮超出来佮400亿，安尼1000亿嘛。啊，1000亿了，佮刷了，咱即嘛央行遐佮有一个2000亿�嘛。啊，所以拢总加个3000亿嘛，吼！啊，3000亿加个他们来做啥？第一个爱心纾困，来予遮个企业主伊个即个贷款，旧个贷款会当展延。啊，即嘛新个贷款，因为要经营，因为过去无大家无做生意，因为大家唔敢出来嘛。啊，所以讲无现金，啊，但是要个去付租金，啊，付薪水，啊，所以爱个有一个营运资金来个帮忙。啊，佮刷了振兴贷款，啊，加政府拢会来帮忙，吼、哦，企业主有需求的，会当讲第一，啊，借着钱加借挂，啊，利息较低，啊，速度较紧的，吼、哦，加伫即个纾困加会安尼做，过来利用即个机会，咱即嘛要安怎？伫即个疫情中，咱的企业要安怎来技术研发，吼、哦，来扎根，啊，人才训练，吼、哦，啊，环境的改善。蹲马步，吼、哦！啊，即卖疫情好了，咱个来刺激消费，啊，个来拓展外销。大概阮即卖是用安尼底来甲咱企业界来配合、来帮忙、来甲支持安尼。所以讲媒体的报道，即卖《金周刊》整理的是说，我们只有 GDP 占0.5%，但是如果是3000亿的话，安尼都不计啊，对不？嘉义，你准备省内啦？这个委员也跟您说明一下，就是当初我们在通过特别条例、特别预算的时候，其实疫情就是中国，那时候欧美都还没有这么严重，现在疫情确实是非常严重啊。原来600亿其实是已经不够，这个我们也看到，以往积极等等，大家都知道有1000亿，那中央银行是才2000亿，那其实。这样子看疫情的发展，是恐怕我们还要更大的投入。一如委员刚才指教说的这样，所以后会另外我们有7000亿的贷款，所以整个以国家经济规模，以现在疫情的情况，我们就很实际的，那应该怎么样子？相信贵院都会支持。那现在盘点相关的这些，面对疫情哪一些需要的，政府一再的。包括蔡总统也指示我们一再加码，所以整个会随着疫情的变化，我们再大举的投入，这整个都是国家队，还请委员多指教。好，所以说随着疫情的变化，我们在投入的经费的部分也会浮动来了解。但是我们在看到是目前可以说是真的所有的经济或商业活动，甚至艺文展演都停下来，就是因为大家都很怕出门之后会感染，所以我们开场才会讲到所谓的社交距离。但是讲到这个受到影响的部分，当然除了刚刚前面的几位委员在询答的时候都提到，就是制造业的部分停摆了，因为跟中国有关的供应链可能断裂或没有开工，所以我们的制造业也受到影响。另外就是服务业，在服务业的部分，我们知道基本上是占了我们在就业人口当中的60%，也就是说这些服务业遍布了在
不论是饭店、旅游，或者是交通，甚至于就是餐厅的服务业了。我们知道现在餐厅哈影响非常大，一开始我们认为是说小餐厅撑不下去，但现在哈部长，我们是连一些有名的、知名的，甚至于米其林上面排名的星级的餐厅，都觉得它的经营有困难，希望能够休息一下。所以我们来看到是根据劳动部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哦，就是不论是放无薪假，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减班休息的人口是增加的，失业率如果攀升的时候，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大家不敢出门，宅经济是最重要的。我想很笃定哈，我们在经济部当中希望纾解这个三成对于餐饮业的冲击，我们特别希望导入的就是宅经济的部分。现在其实很多媒体都报道说，在宅经济的部分其实是唯一逆势上扬的，尤其是外送的部分。所以经济部也特别只设定了，就是会补助这些业者来上架。可是我们盘点了一下，就是危机就是转机，但是这些转机我们有没有接在手里呢？因为外送 B2B 当然它有一定的这个量，但是 B2C 其实所占的只有9%到9.2%，所以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只是经过我们的团队盘点发现哈，四大外送平台当中，他们都不是台湾的企业耶。部长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吗？这我甲委员报告，这会使讲我最近陆续甲这个产业座谈，大家咧讲的个这个问题，就讲你即卖要来导入宅经济，这个外送平台，拢去哦，迄两间，好无？大间诶，伊讲利用这个机会，前四大拢毋是咱台湾哦。我讲，咱业界嘛讲，利用这个家己要来做。以这个行业内底国家队，我讲安尼个真好，尤其透过谈判者一种过去，咱这个所谓亚旗亚家哦，宁夏夜市过去抽三成，谈判两成，即马谈到剩一成哦，这个拢要有策略啦，要有谈判策略，是啊，讲安尼无多，咱家己来做一个自主的这个外送平台，这拢会使利用这个机会。危机处理无处理好，好势个叫做转机。对，伯丁烈意思是讲，我们也希望透过政府的协助，在这个平台部分，不要肥水落了外人田。我们自己组国家队的可能也有，那方法会是什么呢？包括我们知道现在所给予的补助是1.5万的上架费，可是他一直用抽成的哦，你那是怎啊？蚵仔面线送出去，还是一个烧饼送出去，伊咧抽成，那这个抽成费过高也是大家质疑的部分。小吃是袂堪的。我甲委员报告，我即卖还。我们个电脑开放一个平台哦，大家拢来登记，平台开放各种平台，我拢公告，你要抽几成，费用偌济，大家来竞，即摆来你也较合理，大家个挖过来，这队个起来。所以讲，咱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也希望透过这个。我拜咱甲业界安尼讲，业界讲这安尼可行。可行。对。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要公布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法则跟方法？我商业司可能后礼拜可能个。后礼拜，所以细微。啊，是春假过后。春假过后，春节过后，好，春假过后，好。那么另外我们关注的就是，其实在选前呢，一直都有提到，那就是台商回流的部分。我想危机就是转机，这是大家都一直朗朗上口。对于韩国来讲，当年的金融危机创造了他们的产业的重新醒思再升级，那么影视音产业成为他们非常重要的部分。当然我们知道台商回流投资的这个7000多亿是还在的，保定他们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接下来除了振兴之外复苏的领头羊，或是明星产业，更是或是重点产业？即我甲委员报告，会使讲，即回因为咱前回美中贸易摩擦，即个美国家对中国大陆课惩罚性关税，所以台商伫京东个提早转来，所以即个武汉疫情了，咱对制造业来讲已经有初步有分散风险的效果出来。即回即委员咧关心的即个代志，即嘛。台商回台7000多亿，过来中小企业跟了台湾，加拢总9000多亿啊，吼！这9000多亿来讲，京东2000多亿已经落实啊，今年有3000多亿要落实，这我就是要安怎来予落实了，来带动啥？带动投资，带动投资了，带动就业机会，安尼起来，尤其昨个一个公司来找我，讲伊要来投资，我昨随口。
这个嘉义县长翁章梁，迄嘛袂歹，200亿的投资，啊，这嘛是看到这类武汉疫情，提早要回来。所以讲，其实吼，在这个防疫之外，其实部长甲咱整个团队还是有注意到，其实有一些产业、有一些资金，甚至台商，还是有在动的，是吗？有。好，那么院长就叫您，那么目前接下来台湾展望下一步，我们会怎么样来定我们的产业往哪边走？我们非常谨慎。好，谢谢。